请杨丽友送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谢谢。人相依上困难，人情薄薄求人难。做人相依上艰苦，去袂着上好。啥物骨气伫飞脚步，成功袂甲人相处。也是属于较硬的这个歌曲，叫做《事到如今》，继续来做安排，希望好朋友都会喜欢，共同欣赏，谢谢《事到如今》。
常的开心，可以来到我们彰化的南瑶宫参加我们的这个妈祖联合绕境的这个晚会，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呢，今天晚上想要安排的歌曲，大家都能够喜欢，谢谢。捧下去吧。哎，没有啦，我是好好来这边。然后这个，你平常有没有在拜妈祖？平常有啊，我嘛是妈祖的，怎么见呢？哎，我嘛是呢。今天哈，对对对，所以呢，就先给大家拍一下招呼，好不好？是的，那的中华，那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乔佑，是好开心。乔佑最近也越来越红了，对对，因为参加那个歌唱台湾红人榜，红人超级红人去当那个。魔王去 PK 高家，高家群，对不对？还好同分，所以还要继续比下去了。没有啦，比而已。因为我们北北拢台南的，我个牙嘛歹势。伊有讲啦，伊讲好个在吼，好你家在说吼敢婚呐，啊无吼等于可能吼伊迄个粉丝团咯，搞你攻击，所以讲好个在敢婚。伊讲三台游览车拢阮台南的乡亲。哎呦，啊不然呐，我是要来行出来迄个摄影棚啊，所以一样都很好啦。所以我就尽力这样子啦。对啦，唱的哎，他唱的时候呢，雅文姐还说你唱的比我本人较好听。哎，最好听。雅文姐好客气哦。我压力真的很大，我不知道因为一开始公司在问我今天晚上安排的歌曲的时候，我不知道雅文老师今天跟我同一场。哎呦，还好的，唔敢去，没有，还好是第一个，他是最后一个，对，没有错开，好吧，可以错开，也还好，我是第一个，他最后一个，我就会是，哎呀，真的，要不然他如果在现场，我就完。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豪记唱片真的很厉害嘞，吼，把所有很会唱歌的歌手全部都集合在豪记里面。很开心啊，然后也很荣幸可以加入我们的豪记唱片公司。那公司呢，也很用心在我们每一位歌手的这个身上，这样对，走出自己一条路。就像我跟那个 Leo， 我们还在讨论说，你出道的年纪众多纷纭，所以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出道。那你自己说清楚啊！我刚刚听到有三岁的有比较夸张，三岁的讲话可能又还讲超龄呆了的呀。对啊，就应该三岁太憨嘛，所以归位。八岁，安马少年啊，因为我伫个那个朱大哥，朱德亮朱大哥的节目里面，我有讲过，因为我二十年甲伊无见面，哇，我甲伊相认着，因为二十年前吼，咱朱大哥个复出了吼，伊个唱的迄首对唱歌叫《坎坷奈》，第二十年就是乔佑，明天我就变苍白了，没有，因为听说那个烦恼哈会一夜变白，啊，我跟人无同款，因为我较惊变白，啊，所以我就甲听众朋友讲，我做烦恼的，啊，你若要让我变白，你不如让我变长。哎，你安尼讲吼，头前都做一查甫，讲我嘛变得烦恼一点，镜头跑走，我都照出来安尼样。好了，今天到这边来哈，就是我们刚才起的是我们的2015年彰化县的我们妈祖联合绕境的一个祈福的一个妈祖晚会，我们今天到了，我刚刚洗稿洗单，我刚刚应该在家就好了啦。好啦，直接啦，好，让那个对乔佑喜欢乔佑的朋友往前啊，然后对对对，往前。我有准备这个海报，是，然后跟这个小礼物，对对。那我在想呢，因为海报这样子丢哦，我怕会丢到海报丢，又丢到长官这样，海报贴到也不会痛，所以唔免惊，冇紧吗？系啊，你想还都可以来村了，对啊。你即帮我加只议员拢到现场哇哈，我们待会呢陆续的介绍我们所有的议员哈，跟我们县长一起上台好不好？那我们所有议员，我们所有的贵宾先稍坐一下，来听。我们乔佑带来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来歌曲是来接下来呢安排这首歌曲是乔佑呢加入豪记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是叫做《思念的梦》。来，《思念的梦》，欢迎乔佑，谢谢，共同欣赏。来，我台上先唱一段，然后等一下再下去给你们海报，然后礼物呢再一起给你们了，好不好？谢谢，谢谢。
曲嘛是超越数量的网，这个专辑内底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鸳鸯客》，就是继续做欣赏，谢谢，谢谢。那刚刚呢，我们现场好朋友呢拿到乔佑那个小礼物呢，是一个 USB， 里面呢有一张乔佑还没有公开曝光过的照片哦。好，谢谢你们，谢谢。又过来到咱初熟识的彼条街，会记当时咱将伊好名做鸳鸯客。谢谢，拜拜，谢谢。